哎，我是沈明章，乐琴是台湾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乐器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传承它。世界大是天下地，第二界大是个老母亲老娘的。那个时候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卡带，新传的时候，许常惠跟史维亮他们两个人把他找到台北来。二十岁听到以后，我本来玩古典吉他嘛，跟民谣吉他嘛，然后一听到陈达东就说，哎，这个才是我要的。多几行，干嘛有八行，八不像有八九行。民谣大师陈明章与北投的乐琴故事，9月1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